嘈到不得了，带大家嚟到台湾，得啫。OK， 好啦，喂嗱，今日咧就带大家嚟即系呢个天朗气清嘅台北嘅一个即系上午啦。OK， 咁啊而家咧我人咧就身处喺呢一个嘅西门町，咁啊嗱嘅位置系咩咧？啱啱喺正南呢一个嘅六号出口对面，咁我而家企紧呢个位置咧，其实系有段古嘅，即系咧，如果大家当年有睇呢个《英雄本色》，又或者咧《古惑仔》第二集之《猛龙过江》咧，其实以前咧呢个位置咧系一条天桥嚟嘅，但系咧阿 Mark 哥咧睇住份报纸，跟住知道咧佢要暗杀边个去风林阁嘅时候咧，掉个报纸落地下，嗰、那个。嗰啲奔狼啊，跌落个地下度，嗰、那个 shot 咧就系呢个空间，而家呢度见到呢条天桥位啦，而家冇咗嘅，冇咗啦，一位天桥嚟嘅。系 ，OK， 好啦，咁啊，而家咧我把握时间带大家过过去，即系呢一个嘅西门町嗰度，望下先。嗱，我而家睇下我转唔转到嗰、那个，我咪转唔到个 cam 噶。见唔到，头先你系直横到咯，直横到，唔系啊唔系啊，即系 I mean， 我可唔可以将佢转做？你个 DJI 嚟噶呢个？诶，唔系唔系 DJI， 哦，等先，我仲十零秒，我过马路，过马路先，系乱咁过呗。嗱，呢啲咪好咯，话俾你听有几多秒过，系咁我而家讲清楚啊，好多嘢。Anyway， 系。系啦，嗱，带大家嚟到呢一个嘅西门町，咁啊，而家西门町呢个位置咧，以前就夜晚会多啲人做即系 busking 啊，或者咩景，而家咧佢就做咗一个即系类似少少市集，咁啊叫西门夜市，咁啊侧边咧继续有闪亮嘅呢个台湾画面，系啦，一行嘅电单车，系啦，系啦，咁样，咁啊于是乎咧就带大家入去睇下，感受啊。得先啦，嗱，首先咧，想讲一样嘢，今次咧，系大选过后嘅一个星期啦，咁样，因为上个礼拜就本身好兴冚冚噶嘛，咁但系咧，今次嚟到台湾咧，我自己都好耐冇嚟啦，我对上一次嚟系2019年尾，拍嘢嘅时候过嚟嘅，咁跟住然之后咧，一别就几年啦，咁啊到今天，咁啊嚟到之后咧。整体游客数目不是很多，本地人多翻少少，但系咧反而西门町和台北车站咧，正如我另外一个拍档阿欧咧，都有一个上个礼拜有嚟睇大选啊嘛，佢都话咧就系比较多 homeless， 即系一啲露宿者，系比以往多嘅。比以往多，但未去到未去到阿亨哥嗰边嗰只咁多，但系多嘅咁样。好啦，咁啊嚟到呢一个台北指定景点啦，系啦 ，OK， 就咁样吓 ，OK， 咁样咁啊嗱，而家你见到咧就开始准备当中嘅，其实你见到现场人流都唔系话特别好多好成，因为嗱，而家我哋冇时差啦一样啦，朝头早都系11点钟，仲早啊，系啦，咁样，咁啊 ，H&M 仲喺度啊，咩话 ？H&M 咯。H&M 系啊 ，H&M 就喺度，因为以前呢个系成品嘅商场嚟嘅，咁样，咁跟住然之后咧，咁啊，当然同大家好快再行一次西门町啦，因为我都好多年冇嚟啦，其中一个好多年开头嘅一定系鸡光香香鸡啦，系，但系而家系未开门嘅，系啦，咁我就发觉佢哋都比较夜开嘅，即系晏晏啲开接嘅，可能10点11点应该预接嘅有人，但系就暂时未。嗱，而家俾你睇睇，因为我揈唔到个镜出嚟俾你系咁样睇睇嗱，而家呢个嘅西门町嘅状态，咁你见到咧就继续有，咁你听唔听到我讲？听到啦，我讲嘢。喂，我其實純粹咧觀察即係嗰啲市民啊，或者係啲路過嘅人咧，我嗱從佢哋嘅衣著啊，喺個民風上邊咧，喂，似乎係咁多年都冇乜點變喎。嗱，我最記得我最後嗰次去台北咧，就係、是、杜仲斌都喺度嘅，我記得，香蕉斌都有去到嘅，咁我嗰次我唔記得咗做咩過去咧。Anyway， 咁我就嗰陣時咧就過到去，哦啊，真係咧，其實台灣最好處就係、是、你見到啲人著衫好樸素噶，即係好簡單，即係唔係污嘢嗰啲，係好簡單好樸素，校服又係咁多年都冇變。但係你話如果相隔咁多年，我都冇去啊，我睇下今年有冇機會過到去啦。其實見到佢哋啲衣著上都冇乜點大變化。嗱，暫時冇乜啦。嗱，特別係見到我身旁呢一個師兄啦，呢個師傅咧，頭先綠色衫呢個伯伯咧，就喺度兜售緊，因為佢有個
有的士喺度啊，系买槟榔咁啊，嗱，西门町一定系有啲叫你包车，即系你去，譬如可能去嗰啲放天灯啊，九份啊，九份啊，基隆啊，诸如此类啦，咁样。咁嗱，即系我喺度行咧，其实你问我咁多年以嚟台湾咧，就 so far 啲人衣着又好，民风都好 keep 住嘅，继续嘅都系嗰、那个。咁、但系咧就点讲咧？我反而觉得好似即系嗱，衰啲讲或者讲得白少少啊吓。即係都係會覺得好似成日都叫做台灣經濟唔係咁好，咁蘇花咧你嚟到咧你又冇覺得佢特別好，正常常嗱。但譬如我而家咧嚟到呢一個嘅即係西門町嘅中間，我啱啱見到咧應該係有個仲係喺度拍緊節目嘅，我俾大家瞭下過去睇下先。係，哇！啱啱就見到，係啦，嗱，唔知大家認唔認到啦？啱啱就喺度拍緊，有呢個民視嘅《愛的榮耀》啊，呢一套嘅台劇。嗯，哇，嗌晒好喎、大抵是咁样啦，咁我相信系应该系一个电视剧，咁然后佢哋就嚟到即系西门町，可能系宣传下咁样啦，咁啊见到就喺现场咁样啦。系啦，咁啊，你而家你话我哋系 D100 派过嚟访问嘅，分支网上嘅电台嚟嘅，可唔可以接受几句访问咁样？我睇佢，但系佢而家咧应该系拍紧嘢啊嘛，佢呢度侧边有啲师傅喺度拍紧，系啦，咁我估佢哋可能系当系拍紧啲短剧啊，诸如此类咁样。系啦，咁即系清楚噶嘛，我咁样讲嘅吓，都 OK 嘅，避开个镜头。系，好啊，咁样咯，咁啊见到其中一个啦，咁啊，呢度都好多香港人都常嚟嘅地方嚟噶啦，咁样，咁啊而其中咧有啲铺头咧都可以讲啊，因为其实关于即系呢一个嘅叫做西门町咧变化咧，讲真，就算过咗疫情咧，翻到嚟变化唔大。嗯。有冇吉铺？有，10% 咧，10% 到啦。系啦，因为以前我哋最喂 ，hello， 我做 live， 我表妹啊，系啊，做表妹，我过嚟我玩嘅啫嘛，系啊，唔系我同女朋友啊嘛，系啊，跟住我做紧先，我做埋，唔知 hello， 表妹，再讲，拜拜，咁样嗱，你谂下，系咪夹定啊？做下 live， 我都可以突然间撞到人嘅 ，OK， 系啊，少少我表妹嚟啊，跟住咗 anyway。跟住咧，嗱，我話即係西門町，大家都係一個好熟嘅地方。咁咧，有幾個地方咧可以同大家又介紹一下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啦。其中有一個咧，我而家就去到嗰邊嘅呢一間 Uniqlo 啦，即係西門町嗰個 Uniqlo 對面就係嗰個好記得嘅 Starbucks 啦。哦 ，OK， 我唔知道我認唔認到，應該認到，清楚 Starbucks 啦。系啦，咁样咁咧，前少少咧可以介绍一间即系叫做酒店嘅。咁呢间酒店咧系好有趣嘅，亦都系咧多年嚟咧喺西门町咧叫大佬级或者系元祖级先至知道或者有住过嘅。我细个嘅时候咧，跟我老豆嚟台湾，讲紧我小学嘅时候咧就已经系住呢一间嘅酒店。OK， 咁而呢间酒店咧，如果大家上网睇咧，如果你揾翻啲旧底嗰啲即系照片咧，你会发现咧。其實都真係好 old school， 即係真係好台式味道嘅嗰種酒店。咁呢間嘢叫咩咧？行喺前面啲先。好啦，我拍唔到到啦。亦都係咧，當年譬如話豪大大雞扒嘅發源地嘅對面，呢間嘢咧叫長虹大飯店。唔知大家有冇聽過？係啦，我已經影俾你。其實咧裝修咗㗎，已經叫做咁咧呢一個位置。哦，見到。哦，見到，成個轉角位都係嘅，出少少影俾你。呢度長虹大飯店，你望上去你睇到嗰啲，哇，嗰啲架勢啦，正喎，即係真係好台式嘅。嘅一啲建築 ，OK， 咁我細個嘅時候就住過呢間酒店 ，and then 之後大咗之後咧，阿斌啊，上面係咪有 club 噶？上面係咪有 club 噶？唔係噶，唔係，佢真係一間酒店嚟 ，club 另外嗰邊嚟噶，係啊，同埋咩啦？好啦，跟住之後咧，呢度對面呢個位置咧就係賣嗰個豪大大雞扒，同埋賣嗰個咩苦瓜汁啊，諸如此類咁樣。呢度有兩間老肉發源地嚟嘅，發源地嚟嘅。食嗰啲滷水嗰啲啊嘛，係咪啊？呢度有兩間。係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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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住有一個好大陣尿壓味噶嘛。係啦，係啦，天老六或者老天六嘅一個老味啦，咁樣咁啊，行前少少出嚟。
咁啊呢度就即係以前就叫最旺啦。咁啊而家咧就而家暫時朝頭早11:30，咁可能因為啲學生都未放學，咁所以就未為準住嘅，我自己覺得。咁但係蘇花咧，你話遊客多唔多？就唔係特別多，係啦咁樣。咁啊主要都係我估都係香港人，同埋比較多係乜嘢咧？今次嚟到咧多好多泰國人。我上次去聖誕嘅時候喺韓國已經有好多泰國人。即係而家反而泰國係好多人都去旅行。即係唔係淨係坐喺度等你，而係佢自己都會出去。嗱呢間咧就係其中香港人，即係都好多使咗好多錢㗎啦。系露天露米系啦，咁啊呢间露米咧就都好多人系啦，好多人嚟到买嘢嘅咁样。好啦 ，anyway， 咁跟住然之后咧，咁啊如果你嚟到西门町，除咗你话普通即系行下呢啲咁样嘅 souvenir shop 啊，食下嘢之外咧，咁咧行前少少咧，其实有一个可以提供俾大家嘅，佢咧有一个位咧系叫小香港。但系咧，嗰位咧冇人，好癫噶。哦，系啊，好反映出现实啦。我而家系啲装皮喎，我话反映出现实个小香港冇人。系啦，因为咧佢嗰个位咧就系、是、香港香港，我估系可能系有香港人买咗几栋大厦。系咁，佢就想整到个 corner 似系多啲香港人可以参与或者咩整，但系 so far 我睇咧就好似冇乜特别太大住嘅，系咁样样。嗱，我而家咧带紧大家去边咧？我讲少少先啦。头先咧我哋就穿过咗即系呢个六号出口，入咗去西门町啦。咁我哋而家沿住呢条咧，应该峨眉街啊，定昆明街咁多。咁咧，咁我哋而家一路向前直行过马路，系去边咧？第一就去一个我哋叫做睇戏嘅地方啦。其实头先我哋都经过咗一间戏院嘅。咁咧，台湾睇戏咧同香港又唔一样，有趣嘅地方系。在台灣買戲票是沒得揀位的、我不知道現在是不是，但我對上一次都還 是的。總之來台灣你去戲院買票是 他不會給你揀位，是他揀給你的。Okay， 但是我帶你去那邊不是看戲，是帶你去那邊，如果你在西門町想找一些潮牌、啊、或者是他們自己老闆做的那些街牌、是不是美國街、啊、我就帶你去那個位置。不算是 exactly 美國街，咁同埋咧，我都會帶大家咧去一個地方叫萬年。咁呢個萬年咧，亦都係即係叫做嗰、那個商場係嘛？台灣係啦，台灣西門町信和嗰、那個正啊，嗰、那個地方係啦，西門町信和好似中野咁樣啦，日本係啦，趁住佢朝頭早又唔算好多人，咁等大家可以去下。但係啊，我一路好想 flip 去前面。我究竟做唔做到呢？唔好意思啊，大家 hold 住，忍耐下个画面俾一分钟我，睇下我可唔可以做得到，定系我要出翻去再入嚟咧？但系个 app 应该头先咁样睇，大家系咪都 OK 啊？都 OK 嘅 ，OK 嘅 ，OK 嘅 ，OK 嘅，系好喂嘅，系啦，因为费事咁近影我个样，影我有冇冇头？系啦，咁我就不如睇翻条街啦。好啦，跟住然之后咧，咁啊，呢度就成品啦。继续有翻呢一个成品系树啦。咁人頂之後咧，俾我行多一個街口就到啦。因為咧，呢個成品係冇執嗰間成品啊嘛，係咪？因為台北係執咗間成品噶嘛，係。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其實成個西門町咧，講真，如果你係要有成品嘅出現咧，最巔峰嘅年代係有五間嘅。係。係。都由佢由六號出口開始，已經頭先 H&M 嗰個位已經係一棟啦，跟住而家呢度一棟啦，尾嗰度有一棟啦，跟住萬年嗰附近有一棟啦，咁樣嘅。嗯。好，嗱，俾我過埋呢一個馬路，啊，要安全啲嘅先。係，係啊，過埋呢一個馬路咧，就會去到有一條街，呢條街咧都好得意嘅。就係頭先講話好多嗰啲叫做潮牌嘅東西啊。而一間咧會去到有一個咧，前身應該係戲院定係停車場定係什麼，我唔記得咗啦。咁咧荒廢咗嘅，咁但係咧就有好多啲掛 fit 友咧，就去嗰度就畫嘢，畫到佢好靚。咁靚之後咧，之前咧有一套戲咧係一套 B movie 台灣做嘅，叫《喪屍108》。咁有杜宇航做男主角嘅，係好癲嘅。跟住有好多啲台灣嗰啲 hip hop 嚟到拍啲 B 級嗰啲 cow movie 嚟，講喪屍嘅。咁跟住就喺呢個前面嗰個空間嗰度拍嘅。好啦 ，anyway， 咁啊嗱，呢度大家睇到側邊咧，呢個位置就係間戲院嚟啦。係 ，OK， 咁你見到可能裡面有啲即係character 嘅公仔喺度。我第一次人生喺台灣睇戲咧，就喺呢一間度睇，先至知道原來。是冇得買飛嘅，即係冇得揀位，做乜鬼嘢啊咁？
係啦。好啦，我大概行多30秒到咧，我就會到嗰個轉入去巷仔嗰度，係啊。是啦，大家稍等多一阵啊，我已经尽快行。其实阿斌呢一个即系同我哋加油呢一个嘅方法咧，我觉得几好。系啊，即系好好噶，好开心噶，一齐去旅行吓。系啊，所以 D 100不妨以后用呢个方式同我合作就好啦，即系不断俾我去旅行，我不断做呢啲，我好开心嘅我系啦。好啦，嗱，我就到咗呢一个现场就系、是台北。在真的街名我真的不記得了，你要問我，我要找先備到你、總之呢，你找西門町的豪華影城、就在那裡附近你就會找到，基本上直行的嘛，是的，西門町一路直行、這其實上面已經荒廢了、看到好整棟東西已經荒廢了，是而只不過呢是有很多 graffiti 的友夜晚上就除了遊個場之外就不知道怎樣撳上去、人家之後就在上面自己再什麼，但其實就很危險的、所以就大家嚟影下相喺楼下好啦 ，OK， 好啦，咁啊喺呢一个位置咧，你揾到头先我话你上网揾豪华影城，跟住你揾到咧呢一个最紧要嘅系600cc 木瓜牛奶，系住呢个系啦，你见到哇咁劲啊，600cc 木瓜牛奶，你沿住呢条巷行入去就啱噶啦 ，OK， 系啦，因为我等架车过咗先，等顺丰行过咗先，好啦，而家跟住吊住个尾，系。系啦，嗱，咁呢个咧，你以为佢系广告咩？佢都系喷出嚟，哦，喷出嚟噶，系，佢喷出嚟嘅嘢嚟噶，系啊，我再睇下，大家睇唔睇到个质感？见到，哇，见到啲痕迹，喷出嚟嘅嘢嚟，系啦，咁咧，然之后咧，头先我讲话嗰个600cc 木瓜牛奶 ，OK， 系啦，呢度 ，OK， 木瓜 cc， 立不到喎，咁耐以嚟都。系啦，咁嗱呢个咧认住佢就得噶，因为呢间嘢好多年噶啦，冇执过。嗱，你睇下头先讲个600cc木瓜牛奶，我影下个铺头里面，系就系以前香港嗰啲港式快餐店啊 ，exactly 啲款，睇埋佢上面啦，系啦，你睇埋呢一个系嘛，成件事系嗰个 feel 嚟嘅 ，OK， 系啊，佢捉到嗰个啦 ，OK， 好啦 ，anyway 咁讲翻，侧边有通渠嗰啲喎。跟住咧，咁啊呢度就開始就係佢哋嗰啲叫掛邊條牆啦。咁、其實咧夜晚呢度咧就會變成、其中一個嗰啲酒吧街，因為而家有間居酒屋喺度嘅。尋晚我有過嚟呢邊，咁我見到佢都有開。跟住之後咁啊，見到側邊就兩旁就係一啲好靚嘅掛邊條啦，係啦，即係譬如我而家俾你見到，除咗呢一層之外，譬如上面，我唔知影到，應該爆曬嘅，影到。系啦，上面嗰度全部都有噶啦，咁样就系头先我沿住嗰个建筑物，啲友仔唔知点样擒得入去。咁咧嗱，除咗呢个之外咧，咁啊两旁街咧又会有啲呢啲靓靓地嘅 decoration 俾啲友仔打卡啦，打卡啦，系啦，打卡啦，真系打卡啦，喺呢度咁样影下咁样。系啦，咁然之後咧，咁啊，繼續有呢啲好靚嘅掛飛柱啦。其實佢上面都有嘅。你見到呢條上面？上條柱都係。佢連啲鐵皮，係啊，佢連啲鐵皮都係最睇嘅呢條。見到。哇！不知道佢哋係自己開始，即係佢哋慢慢形成啊，定係係慢慢形成㗎。本來咧，我十幾年前即係廿幾年前自己開始嚟台灣咧，係得一幅牆仔嘅。入邊啊嘛，跟住慢慢咧就。系咪啊？系啦，跟住然之后咧，就越玩越大单，就唔系净系一层人咁高，开始玩到成栋大厦咁高嘅。即系嗱，譬如你而家见到呢度楼上就高达啦，跟住之后我上面呢度都系石屋噶。系啊，即系佢系越玩越大，越玩越多，跟住然之后就偶尔佢哋啲人一嚟到嘅时候，就自己成个台湾、台南啊、台中啊啲人都会嚟到就嚟玩啦。好啦，咁跟住然之后咧。就到再轉咗另一條街，係啦嗱，頭先我哋喺呢條巷入嚟啦，一入咗嚟之後，第一個路口左轉咧，就係呢條街啦。係啦，呢條街係咩嚟咧？係啦，嗱，以前咧應該咁樣講，台灣咧，如果你話要買一啲街牌子咧，當然你話最貴嘅，你梗係可以去到新光三月，你可以去到台北101嗰邊揾啦。咁但係當然最元祖嘅，你可能會話哦，咁去敦化咯，敦化呢個地方好多咯。但係敦化嘅前身咧，其實就我嘅認知啦嚇，就係短短嚟自呢條街，十零廿間鋪嘅啫。
因為有很多即當年喜歡做街牌子的一些香港、台灣的朋友仔、一些後生仔，做一些自家的街牌，就是由這裡開始起家，逐間逐間即自己起，細間細間做咁樣。咁跟住之後做做下咧，越做越多人之後咧，開始多咗人嚟啦。你見到呢啲個感覺好似有少少似台灣甚至日本咁樣。咁跟住之後咧，就慢慢開始就人太多，或者咩，我哋就試下去敦化。咁跟住就由敦化嗰度開始就越做越旺，就係呢一個街牌嘅嘢。咁所以咧，呢條街咧，亦都係其中一個嘅叫做發源地啦。咁如果真係想揾嘅話，你可以揾。這個的昆明街96巷，昆明街96巷，是的，這樣開始就由那些、叫做、街牌子開始做起的。其實這裡後面現在都還有一些在這裡、很多，譬如很簡單，剛才還在做這些的、Benny Ricks 啊、那些 由這些開始做起的，是的，這樣還有一間就踩板的，同埋呢啲楼上都仲系啲民居，都系好民风淳朴嘅，一个地方啊。Poker 啦，嗱，前面俾你睇埋啦，譬如而家呢啲铺头里面都仲系卖下啲 grab 啊，系，嗰啲资料啦。咁咧睇埋前面嗰间咧，我哋就差不多再带多你去一个地方咧，我哋今日就收姜，系啦。点解咧？你未必行到过去。好有趣。系啦，嗱，跟住咧，前面仲有另外呢一间嘅，就专系玩啲板仔嘅。嗱，佢而家未开铺，睇下系咁依影啲俾你睇睇，睇你睇唔睇到？见到见到，睇到睇到，见到块板啦已经。系啦，冇啊，因为佢全部都删晒，睇唔到。好啦 ，Angel， 咁咧，做完咗呢一 part 之后咧，我就将会带大家去第三个总店，亦都系西门町咧其中一个，除咗平时买手信啊、饮饮食食之外咧，另外一个地方咧叫万华。咁万华系咩咧？万华系一个万年嘅叫做商业中心啊，如果冇记错嘅全名叫做。系。咁咧就系啱啱我哋而家喺呢一个嘅潮流街走出嚟，咁咧行翻出大路咧。行多少少就到噶啦，咁大概又系一分鐘到嘅旅程。咁而中間咧，你會經過呢一個嘅台北市嗰個嘅聯合醫院，就係、是、西門町。如果你有啲咩事嘅時候咧，就記得入嚟呢間醫院度揾人幫手。唔係啊，呢度夜晚全部都係跳舞同踩板嘅出邊呢個位置。唔係，我記得咧，我當年咧即係過嚟嘅時候咧，呢一個嘅醫院門口咧係可以搭到 OB show， 然後係做簽唱會嘅。我見過即係已經係約咗，我見到已經係約咗啦。嗱，嗰個位喺邊咧？嗱，而家我身後呢一個咧，喺緊醫院啦。OK， 好啦，佢前面咧，你而家見到呢個花圃位咧，以前就拆曬啲花，跟住佢就喺度搭咗個台啊，然之後就可以做 show 啊。OK。系啦，咁而對面呢個咧，亦都係叫做峨眉街停車場。哦，喂，呢度有間正嘢噶，停車場對面有間落。呢度停車場對面咧有間好正噶，係落地底專係賣啲烹仔嘢噶，好型噶。哦，係咩？係啊，有機會你真係摸落去睇，好型。Chaos 叫做嗰個角落頭。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嗱，咁我而家咧，隨帶大家去呢個萬聯咧，就喺我身後面呢個位置，應該好快就到嘅。咁而家率先咧，為大家試下香港將會實施嘅叫打車過馬路。打車過馬路，睇下可唔可行啊？俾大家試下啦。我而家等多一陣，等幾時可以實施呢件事咧？嗱，佢係平日，地下寫住嘅平日十。就係6:00至到12:00，假日11:00到到24:00，係啦。即係呢個時間可以打車出、打車下噶嘛，係咪？呢個時間係啦，係啦，可以打車，因為佢會夾到啲燈，啱啱呢個十字路口你可以一嘢懟過去。咁如果阿斌啊，如果唔係嗰個時間咧，佢有冇側邊有啲寫住咧違者要罰幾錢咁樣嘅？沒啊、但你沒行到打斜喎，你打橫行喎。唔係啲 L 型，頭先都講咗。哦，係啊，頭先咪講咗話未夠鐘，未夠鐘啊嘛。係啦，咁好啦，咁 anyway， 我而家就帶大家去行呢一個嘅萬聯。OK， 好啦，嗱，我唯有咁樣好似啱做啲，跟翻我嘅視線。而家就係我見到乜？你看到什么了？旁边有这个捐血救人车，他们也很贴心，他们神房家车有什么衣服呢？是拉着起他的，你看到吗？
佢晾起咗佢，系啦，即系罩住佢咁样。咁啊，但系呢架都好似多年嚟系扎根喺呢度嘅。嗯，好啦，嗱，而家咧呢、這个你见到前面咧，呢、這个就是后门嚟嘅。嗯，你见到写住 U2 电影馆啊嘛，系咪？嗯，系。系啦，咁呢个咧绿色呢栋嘢咧，就系我头先讲嘅所谓万年啦。系 ，OK。咁啊嗱，呢个万年里面系乜嘢咧？就系真系好典型嘅信和。嗱，首先佢侧边有啲即系嘢食嘅东西啦。我唔知佢而家有冇开门，嗱，我带大家入去夹下先。好啦，嗱呢个咧就系喺台北 old school 友咧，一定要嚟拜访。系，商业大楼。好啦，净系同信和点解一样咧？第一间一入去，信和第一间你入到见到咩？卖表啊，系冇有错啊。跟住然之后咧，咁啊一入到去咧就买下啲二手嘅手袋啦，跟住然之后有啲嘅夹公仔机啦，跟住然之后就买下啲诶啲夹公仔嘢啦，跟住咧系啦，全部都系啲僆仔啊，同埋啲阿叔啊叫嚟嘅。咁楼上其实咧，佢一路上去咧就好多层嘅。其实一路上去有好多层，咁每一层咧大抵都系卖啲蒙面超人啊，假嘅玩具啊，真嘅玩具啊，假嘅 Barbie 啊，真嘅 Barbie 啊，咁嗰啲诸如此类，咁啊啲真嘅波鞋同埋假嘅波鞋咁样，咁啊好多，咁咧就比较受年轻人欢迎。不过咧，嗰啲年轻人咧都好多年啦，即系嗰啲年轻人而家变咗老咗啦，系。我唔係嘅，去到我嗰代都有去嘅。我係摸下摸下，亂誤打誤撞入咗去，跟住發現好正嘅呢個地方係。係啦，呢個咧係要尋寶嘅。咁當然即係我唔帶大家上去，因為費事一上個樓上，如果一下收得唔靚仔嗰啲信號就唔係咁好。咁而家咧反而帶大家咧就係、是、如果你嚟西門町，下次想話俾人知你有品味咧，我教你點樣影相啦。你一見到呢個位置，我想過去對面影啱數啊，好快速。哇！小心，好阿賓身體幾好喎、啊，喂，俾阿前輩講兩句喂。而家呢個街拍咧，你呢個街 live 咧，喂，你身體都唔錯喎、啊，其實你而家短短啲廿零分鐘，你都行得幾爽下喎、啊，氣都冇喘下喎。唔系一个冇乜冇喘气系嘛，冇喘气系嘛，几好几好。但我就话啦，不过就系、是、啊，万年啦，系等阵，睇下就系呢个啊。咁你影就企喺呢个位嗰度，就影过去，系啱啱加埋啦。你有啲光仔忍唔住影相啊，系啊，忍唔住系喎，影相系咪影你啊？其实系，咁就系个位。系啦，就系、是、咁样。OK， 咁、所以就跟住我哋而家沿住呢度咧，萬年咧行翻过去咧就系、是、西门町嚟嘅，即系抌咗个 park 嘅啫。其实大家都有系啦。咁而最后一个景点，我哋今日 live 56分啦。系啦，我快速讲埋呢个最后呢个地方先。等下先，系啊，系啦，好啦，咁呢个咧亦都系可能，如果大家嚟到西门町，都有可能系会有食过或者有睇旅游书有讲过嘅。咁啊喺西门町咧，我而家再行前多大概50米度咧，就系、是、接翻头先开头嗰啲人咪话喺度新剧宣传，嗰个位嚟嘅啫。OK， 其实我兜咗个圈嘅啫。OK， 好啦，咁咧侧边呢个位置咧，有间嘢犀利啦，1946年屹立西门町到而家。哦，美觀園。OK， 呢間好嘢嚟嘅，呢間好嘢嚟嘅。原因係乜嘢咧？佢係喺呢一個嘅西門町屹立咗好多年，就專係食魚生當飯嘅嘢。好啦，係咪有架火車喺個天花板度行噶？係啦，嗱，去過。係。係啦，佢嘅成立係咁樣，呢、這個年代開始，1946年到而家。咁跟住之後，佢哋一路而家就做緊呢一個，即係都係食啲當飯啊，或者咩嘢成。咁啊嗱，係啦，鋪頭我喺邊外面影啦，我唔影太多啦，費事人哋嘈啦。係啦，咁樣。咁跟住之後就呢一個係值得大家嚟，因為咧原因係咩咧？佢唔係好貴嘅啫。即係當然啦，你唔好同我講話喂，佢唔夠嗰啲奧馬卡西嗰啲什麼什麼好味，佢唔係嘅。但係件事咧，如果你食情懷咧，其實係 OK 嘅。就係呢度啦。喂，台灣東京街嗰啲好去咧係啱數嘅。台灣係越平民越好食㗎。聽唔到 ，sorry， 多次。台灣越平民越好食㗎。
是啦是啦，真是的，讲真的。好啦，咁跟完之后呢，咁成个西门町大抵大家感受到啦，咁亦都随住最盛宴啦，我諗啲僆仔开始即係放学呀出嚟呀。咁返返头先做新剧宣传嗰个位置，咁人类开始繁华啦，开始多啦，同埋呢啲人过嚟买珍珠奶茶买幸福堂要排队啦。喔、okay? 是啦，咁样咁啊，所以就暂时今次嚟到呢一个台北呢，虽然一晚啫，但暂时嘅观察係咁样。咁啊，睇下大家覺得如何啦 ？OK， 咁啊，最後就鄭亞斌多謝你啊，多謝你，係啊，咁樣 ，OK， 好。等等先，我離開，我離開咗嘈嘅位置先。喂，玩得開心啲啊！生日快樂啊，斌啊！生日快樂，生日快樂。聽到，聽到。生日快樂，生日快樂嚇！喂，多謝，多謝，多謝 ，thank you 大佬 ，thank you 大佬，係啦。喂，咁嗱，今日咧喺呢一個台北西門町咧直擊報道，為大家嚟到呢度，多謝大家參與。好想走一轉啊！咁有冇乜事咧？我就收 live 啦，係啦 ，enjoy 我今個嘅旅程啦，因為我一間會去華山。去松山同埋去一個叫做綿感啊，死啦，唔記得叫咩，一個新嘅文創區嚟嘅，三個文創區，咁睇下啲展覽啊，咁樣諸如此類，咁啊再有啲咩嘢新咧，下個禮拜翻嚟同大家講，好唔好？多謝亨哥，唔該曬 ，thank you， 謝謝阿 Jack，OK，、okay, 好，就咁，拜拜 ，Peter， 拜拜，下個禮拜見，拜。呢一百更多精彩节目等住大家，足本重温，声音下载服务，年费1000蚊，请即订购支持。